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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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屁股顶你，吃屁股，爸，屁股天哪！久违呀，哎呦喂！都到了吗？都到了吗？还没，还有两个了，还缺两只，还缺两只，缺两只。你在干嘛，一拳？一拳，等你。一拳，我才看到讯息你。你的麦克风好像手机哦。不一样。等一下，没有，感觉比较像在水里。法师，你上一季也这样穿吗？可以小，我穿的胖。法师，这个衣服可以播吗？他上一次就只穿一个内裤，玩剑族大赛哦，很不舒服。下面这个白白的是白白的，白白的是什么？可以拉吗？可以拉吗？可以拉吗？有扣子吗？哎，不是，那是标签哦。脱掉！什么什么？我刚刚差点讲说你内裤好小。法师，你终于舍得换内裤了。哇！哇塞，你这样穿也是蛮吵的啦，很可怕。你的背后是发生什么？还低腰裤哎，对啊。哎，这是最新流行吗？内裤还是袖子？啊，是这样子 OK。这样子 OK， 还是这样啊？那裤子还是比较低的，真的。哎，你低腰裤。以前不是很流行那种垮裤什么的？对啊，到你要垮到那个小腿之类的，垮到地上，人家踩到那个，垮到小腿在地上了吧？我真的看过，我超扯。垮到小腿是什么啦？小腿垮到小腿太低，衣服没穿好吧？内裤也太长了吧？裤子掉了吧？垮到内裤一定要露出来。还缺谁啊？看。还缺一个，一拳啊！哦，对，剩一拳，对，剩一拳，剩一拳。麦克在跑啦！好好好好，你是很久没开了。哦，抓到了哦！哦，呀丢！哎呦，那就先来自我介绍吧。等一下，我可以重开个游戏吗？不行，你是五十块。哎，还是那个啊。哈记，你要不要先讲这一届的特殊规则？反正他们现在还有人在弄麦块啊。好好好，对啊。好，这一次的特殊规则，它的主题呢，比较特别，叫做“有福同享”。哦，这个特别的就是，你只要吃金苹果，红队的人全部都有效果。哇哦！然后因为感恩节嘛，啊，感恩节的话，我原本是想说是要藏彩蛋的，但是好像是复活节的东西不一样。对，后来想说那就是吃火鸡嘛，所以。这一届你只要吃鸡就会回半颗星的血量，是烤鸡哇！注意是要烤过的哦，啊生吃没有用哦，要烤过的。好，生吃怎样？只会只有你自己有回复，那其他人不会回复。嗯，哎，那只有这样感觉好像太少，那所以一次呢吃东西要配汤嘛，我们这次吃蘑菇汤，哎，蘑菇汤也会有金苹果的效果，那一样是全队都有。哦，金苹果的效果，哦，赶紧抢一下蘑菇啦！真的，感谢墨水西定。你可能也活不了了。我声音会太小是不是？就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一次还有稍微改了一下原本的一些基本规则，然后有把那个弓箭削，弓箭削弱了。耶！太强了，声音太小，没办法，那我喊大声一点。还有那个什么附魔金苹果啊，跟以前规则差不多。那有改了一个发光，是改为100分钟再发光。哦，不会再缩小啊。对，不会再缩圈，在追杀的时候就在针对谁了，这样子是最后才会看到人。OK OK， 了解，了解。然后在第十分钟的时候，前十分钟会多了一个隐形效果，十分钟隐形，哦、那你们打得到就还是可以打，好不好？要打就还是可以打，不放毒粒子之类的吗？对对对对，啊，十分钟一到现行的时候，同时会给你一颗金苹果和十个烤鸡。哦，对，十个烤鸡。好棒，那就五颗星的吗？对，就五颗星的。这一次就是尽量大家活久一点嘛。那这一次也要顺便讲一下这个沉重的决定，就是这是我们的倒数第二届的 UHC 了。哦，没错。对，因为种种因素考量呢，所以我们打算就是办到这一届的，今年的年底48届就结束，就四周年了。四周年，这一届是倒数第二届了，大家好好珍惜。嗯，好。嗯。然后都到了嘛，那就开始先自我介绍吧。Hello。Hello。
好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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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 skin 怎么啦？那个穿起来很短呀，横的哎、欸，他是横的哎、欸，横着看，你变宽了哎、欸，有你变宽，哇，真的哎、欸，你的头，嗯、那头歪的了，下一位，下一位吗？对，大家好，我是好久没参加一圈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最后一天我参加不到，不，我去哪了？我去陌生国家了！哇哦，变平头了、欸！你是什么时候进去？下礼拜二啊！哇，哇加油！你要进去找他哦。没有，因为我弟也收到兵单，他也是最近要进去啊。我们同一天啊？会不会同一天啊？同一天啊？同一天啊？下一位，我们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影月。下一位、嗯、，Hello， 我是板心。下一位 ，Hello， 牛牛牛，好可怜哦。下一位，牛牛牛了，牛牛牛是什么啦？大家好，我是哈记。没什么好说的。下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，辛苦哈记啦。吃烤鸡有半颗星，吃西瓜有没有？会扣血，对。哈基就睡到旁边揍你一拳。我不吃，我吃了过。Hello， 小雨，我想要喝蘑菇汤。你讲话，你怎么讲话？你喝的是蘑菇汤还是什么？你说清楚。大麻汤，你闭讲清楚啊！不要喝蘑菇汤了。当然。大家好，我是杰瑞，感恩媳妇，认同请分享哦。好。我想你，好想你。我是珊珊，下一位。嗨，我是鬼鬼，要大葱啊，可以找我换哦。叫你晚安。感谢呼噜噜续订。葱油饼吗？宝可梦吧。对啊，葱油饼，葱油饼。葱油饼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杰克，我想要煮咖喱来吃哎、欸，咖喱好吃，不想喝汤，加一个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洋洋，我觉得男神的大葱腰我可以，下一位。你想干嘛？哇！哇！这是什么鬼？哎、欸，不是你自己也玩键盘哦，你要跟人家换什么？自己抓、啊。他喜欢、欸、不同的人抓的，不同的人改名字的，对。所以你要跟他换大葱鸭，然后改名叫。然后不高兴了。下一位啊。嗨，我是圆，就这样。是圆。圆。圆。嗨，我是方。凡事求一个圆。先睡一下。先睡一下。凡事求一个圆。下一个你谁？你谁？谁？我是大友。下一个是我们最帅最帅的少女团。不用讲了，不用讲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啦，我是熊猫团团那个嘿，之后两届大家玩得开心啦，耶！好，最帅最帅的团团说得好。看来也有刻了一点东西呢。团团，你塞给他多少钱呢、啊？不好说，给不少。你塞哪里啊？蛮多的，蛮多的。塞哪里、啊？那这一届呢，一样是分六队，每队有三个人。那规则就跟以前大同小异，没有队友伤害，然后有推挤，然后没有头颅，然后没有夜视效果，成就不会跳出来，然后可以合成钻装，然后前十分钟会隐形。好，然后不开放地狱，然后没有背叛者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然后酿造药水啦，什么附魔金米果、免烧这都没开，全没开。嗯 ，OK， 或许下一届可能会开哪？哎，这个之后再讨论。鱼骨有要爆炸吗？鱼骨的话，目前那边设定是没爆炸，要爆炸吗？爆啊！想爆炸吗？哎，感觉要血量那么多了，是不是？爆炸一下。好，那就临时决定打开，来来来来。
不会爆炸。这个是三是什么意思？一爆炸、啊这是什么？可以说明一下吗？这个就是你挖鱼骨，你超过次数之后才会那个吧？对，容许次数对啊，超过之后一趴。嗯。哦。不能乱挖了。怎么突然就爆炸了？听说还有爆三次，要放烟火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庆祝一下，庆祝一下。对，庆祝一下，庆祝。听说还有人爆三次，是不是？这个要到800以上才会可以激励。八百以上才有啊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哎，可是这个三是什么意思？玩家爆炸。三？爆炸吗？你说三次肯定都会爆炸。我在想的话，我不知道哎。会不会是你可以超过两次，然后第三次就会开始有触发这个时间？啊，是在鱼骨次数？对啊，附近应该是。我记得是一次啊，就是一次就是感觉吧。八百之后就会有机会爆炸。你去两次的话，可能就到900或1000才会爆。爆哪里啊？烟火啦，它是一个烟火。是石头吧？爆你脚底会蹦，好像是你下面会爆炸哦。一根起来，就是你原地啊，会有一个烟火蹦出来哦，原地大爆射，原来是这样，好痛哦。好啦，那就随机分队喽。好啊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，把环境给你去啦，下去喽，下去喽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灰色，灰灰灰。哦，灰怎么那么下面啊？超下面的、啊。哇，我真的是跟繁星好多次啊！哪有很多次啊？可是跟这样子的声音是第一次。我跟法师才超多次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嗨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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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你好，他是熊猫团团，认识一下。没有，这是前十分钟隐形哦。对，对啊。应该跟哈弟说，你有没有想要前十分钟找人？是不是？已经打得到吗？打得到啊，打得到啊，打得到啊。会看粒子效果啊。对啊，之前不是有次打不到吗？哦，有一次是隐形，然后加抗，就是抗性啦。但这一次只有隐形。对，好。可是我要先说在前面，我不会看粒子效果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生物也会有隐形吗？应该没有了吧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生物隐形太可怕。那时候我们是生物隐形，自己人吓自己人。对啊。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为什么旁边有粒子效果？哦，啊、哦，那是羊啦，是在旁边。对啊，恐怖哦，蘑菇好少哦。我觉得蘑菇那边会一堆人啊，等到时候这样很好玩哎、欸，很隐形啊，乱打，真的哎、欸。Ready 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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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我真的是对隐形很恐惧哎、欸，要求啊，嗯，很可怕、啊。是任何蘑菇汤都有用吗？”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没有啊，做个幕府在蘑菇旁边等。哎、欸，没蘑菇！哎、欸，有鸡耶！我要打鸡。那鸡？好好好，把鸡打爆。输了。打一爆鸡人。怎么凶啊？怎么在聊天室吵起来了？在干嘛？你们有人做工作台了吗？我在大木头，哎、欸，是不是看不到自己的手啊？看不到。哦，好了，那我做了。是不是连队友也看不到啊？对，我们连队友也看不到。哇，好刺激哦！看得到吧？好像透明半透明。哎、欸，有啦有啦呀、欸！看到你们，这我做了。哎、欸，有甘蔗，我去拿甘蔗。好，感谢斗内。好，感谢。所以我们现在缺皮革啦。还有蘑菇，对，还有蘑菇，需要大量的蘑菇。对啊，啊，那工作台你们不要用，我挖走了。好，呵，蘑菇汤直接跟金苹果一样的效果。对啊，只差一个是要肚子而已，也不用肚子。然后全对，对啊。哎呦妈，我打嘛，打嘛。哎，没掉哎、欸，好衰哦。感谢陈旭定。对啊，你帮忙可以顺便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斧头飘在空中。有，后面有一个，但是我啊，自己人，但是洗袜，嘿，这边不会只有一根马吧？有甘蔗是够了，我现在是缺皮革，没有马，不是吧？哎、欸，有，
那是马吗？蘑菇在哪个方向？嗯，哎，我们对角吧，在我们的对角啊。那么衰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不然还是先不要好了啦，不然、我们吃鸡肉就好了。对，我们吃鸡肉啊。好啊。虽然蘑菇汤很强啦，感觉超强哎、欸。对啊，强到不行。就打别人。